2016年6月，莫斯科。此时正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阳光温暖，舒适宜人。1928年，也是6月，中国共产党第6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1927年，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4·12和7·15反革命政变，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两党在血与火中宣告分离。周恩来在这次大会上指出，自从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至今，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害约31万至34万人，工会、农会和其他群众团体遭受严重摧残。在如浓雾弥漫的白色恐怖中，有这样一批坚定的革命者，面对死亡的阴影没有悲观彷徨，犹如中流砥柱，临危难而不惧，挽狂澜于既倒。1927年4月9日，蒋介石在上海布置清党计划，革命形势愈加严峻。南京这个共产党人活动的重要区域，反抗屠杀、捍卫革命的斗争表现得尤为尖锐和残酷。担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的共产党员侯少裘，随即在南京召开了有4·5万群众参加的南京市民肃清反革命派大会，谴责国民党右派罪行。尽管大会开始时，侯少裘就得到了暴徒要暗杀他的密报，但他唯恐伤及群众，执意反对兵工厂工人取枪保护他。会议结束后，侯少裘又嘱咐同志，必须坚持斗争，如果斗争失败，我们只好转入地下，各归故里，从头做起。侯少裘1896年出生于上海松江，自幼便关心国事。在中学期间，接触了很多新思想，阅读了许多进步刊物，革命思想逐渐萌发。1921年，侯少裘怀着改良政治之心，加入当时由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2年后，在邓中夏的介绍下，侯少裘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中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随着大革命风暴的兴起，侯少裘身兼国民党和共产党双重党员身份，工作更加努力繁忙。1925年8月，受中共上海区委委派，侯少裘担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中共党团书记，挑起了中共在江苏领导工农革命运动和国共联合战线工作的重任，推动大革命的发展。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侯少裘参与组织了上海工人3次武装起义。1927年4月初，危险一步步逼近。10日晚上，侯少裘坚持要去参加中共南京市委地下会议。临行前，他告诉忧心忡忡的妻子和9岁的儿子。别害怕，革命一定会胜利，我会回来的。这是侯少裘留给家人的一句话。 1927年4月11日凌晨，中共南京市委遭到突袭，侯少裘被捕。几天后，侯少裘被国民党军警残酷杀害。他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南京党组织第一次遭受破坏时的党组织主要领导人，年仅31岁。 侯少裘牺牲的第2年，又一位南京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中共南京市委第2任书记孙金川被国民党杀害。妈妈，古人云“忠孝不能两全”。 就是我死了，弟弟还在你跟前，你老人家是能理解我的。这是孙金川在狱中留给老母亲的最后一句话。孙金川出生于安徽省寿县一个工人家庭，192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至7月，中共南京党组织接连2次遭到破坏，革命者随时有被捕牺牲的危险。此刻的南京城，也是一片白色恐怖。危急关头，1928年3月，受党组织派遣，孙金川出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为了便于掩护工作，也为了表明斗争的决心，孙金川举家搬到了南京。通过孙金川深入细致的工作，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中共南京党组织的恢复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正当南京的各项工作风生水起、蓬勃发展的时候， 孙金川却突然不幸被捕。第2天，敌人就对他进行了审讯。他们先是严刑逼供，后又采取攻心术，随后又找来他的母亲，试图感化他。当孙金川拖着遍体鳞伤的身躯见到母亲时， 在敌人严刑之下，不曾掉过一滴眼泪的硬汉，此时再也关不住自己情感的闸门，泪水夺眶而出。母亲忍着泪说道：“金川，他们会让你出来吗？”孙金川一字一句地说。 妈妈，我既然投了红旗，绝不会再投白旗。这短短几句话，便成为了他最后的遗言。奶奶就把自己带来的梨拿出了一个给大伯吃，大伯就把梨子 咬开，一边吃梨，一边在另外半个梨的梨心上面用手指甲轻轻地刻上了一个五角星，然后又把这半个梨还给了奶奶。奶奶看到了儿子还给他这个半个梨， 心里头非常的难受，这半个梨就意味着母子永别了，分离啊，永远就是永别了。所以呢，奶奶就忍不住就掉眼泪。对于自己的母亲，孙金川充满了不舍。母亲含辛茹苦把自己养大，可是为了心中的理想，他选择了一条充满崎岖而又无限光明的奋斗道路。在生命的尽头，他只能用传递梨子的方式与慈母告别。1928年10月6日清晨，孙金川被杀害于雨花台，年仅33岁。世间血性真男子，壮志成城百不回。俯仰只求无愧怍，冰霜风雪任残摧。这是一位共产党人的父亲写给儿子的挽歌。无锡梅园后孔山的山坡上，有一道半圆形的矮墙，围着一座墓地，四周种着松柏。墓前一个不高的石碑，上写“革命烈士顾恒同志之墓”。围墙外两株大树，几行翠竹，一片田野。1934年12月22日，冬至，就是在这里，62岁的父亲顾怔写下了38首七言绝句、悼儿诗。18天前，他的儿子顾恒在中共南京党组织遭受第8次破坏后，被枪杀于雨花台，壮烈牺牲。顾恒1909年生于江苏无锡的一户书香门第，他的父亲顾怔是当地颇有名望的教育家。在家庭的熏陶下，读书救国是年轻的顾恒最初立志努力的目标。但很快，16岁的顾恒就发现，读书救国对于当时风雨飘摇的中国，并非一个现实的愿望。在1925年的一次群众集会中，他第一次聆听了恽代英、萧楚女等革命先驱的激情演讲，从此，革命的种子在他的心中开始萌发。坚持读书救国的父亲一直期望儿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为将来铺就锦绣前程。但是，已经确信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于水火的顾恒，决定投身革命事业，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开辟改造国家社会的新路。1929年冬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顾恒冒着随时被抓捕的危险，北上寻找中共党组织。临行前，他写了一封家信，告诉父亲：“我要到远方去，暂时不与家中联系。”1930年10月，中共清华大学支部秘密吸收顾恒为共产党员。同年，受党组织委派，他南下安徽，负责恢复太和地区被破坏的党组织。此后，顾恒奔波在安徽太和与南京等地，从事组织领导农运、工运工作。1934年2月，蒋介石对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组织和进步文化加强围剿，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惨遭逮捕和杀害。同年7月，南京市委遭到破坏，顾恒临危不惧，继续留在南京坚持战斗，直至8月7日不幸被捕入狱。入狱之后，父亲赶来南京，千方百计设法营救。顾恒对来劝他向国民党妥协的父亲说：“这是一种信仰，是不能动摇的。我只要还有呼吸的时候，还是要干共产党。”1934年12月4日，一个寒冷的冬日，顾恒怀揣信仰，走向雨花台刑场，年仅25岁。侯少裘、孙金钏、顾恒，这些牺牲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共产党员，在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不畏挫折，不怕牺牲。他们在严酷的环境下表现出的乐观、坚定和从容，在中国革命风雨长夜中放射出无比璀璨的光芒。4·12反革命政变后，当时的南京经过蒋介石的清党血洗，环境十分险恶。作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尚未暴露的有生力量，王崇典和齐国庆利用在国立东南大学读书的身份，承担起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组织发动工作。齐国庆，1903年出生，安徽太和人。1924年考入国立东南大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是当地的开明绅士，也是当地第一个宣传马克思和列宁主张的人。我祖父呢，一共是有5个儿子。2个女儿，那么这5个儿子中呢，从小最出名的就是那个齐国庆，是我二伯父，因此祖父也特别喜欢他，从小就给他们灌输了这个爱国、爱国家，所以二伯父从小在这个祖父这一代的这个教育和影响下，就立下了这个报国的思想，所以到了这个大学读书以后呢，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崇典。1903年出生于安徽郭阳县，在家乡时就积极从事反帝爱国运动，后在亲友的资助下考入上海大夏大学预科。1926年转入国立东南大学法学院就读。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4日，中共南京市委召开南京市第1次党员代表大会，根据指示，王崇典、齐国庆2人积极参与并恢复南京地下党组织。南京市委组织部通知他，告诉他这个曹占庭已经被叛徒告密，他说由你来接任党支部书记，他知道自己也可能会面临这样的下场，但是他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个职务，而且并且他悄悄地把这个曹占庭护送走以后呢，他就把党的工作局接手下来。通过汪充电、齐国庆二人坚持不懈的工作，南京的党组织得到了发展。1928年，全市党员达到了240人。 同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后，日本侵略者的肆意焚掠屠杀，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王崇典、齐国庆立即组织学校的党员、进步青年，向国民政府请愿。请愿行动很快引起了暗探和警察的注意。王崇典、齐国庆等21名党团员 不幸被捕。王崇典早就知道自己将面临的是什么，但是他毅然决然、毫不犹豫地坚持斗争。当王崇典的父母来探监时，救儿心切的老人要他认错，他毅然回绝， 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表明对革命事业的忠坚。人总是要死的，只要革命能够成功，我就是死了，还是有意义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青年投身于革命斗争。 齐国庆则托人从监狱带出口信：“我死后，务必请转告我家：一，不用官，一切从简；二，妻子不必为我守节；三，为革命而死，光荣；父亲不必伤悲。” 1928年9月27日。 王崇典、齐国庆和其他革命者一起，被押到雨花台刑场，从容就义。我伯父被杀害以后呢，我祖父和就带着我大伯父，亲自到南京去收尸。当时收尸的时候就是非常气愤，讲了这些话，就是他说你们杀了我一个儿子，我还有好几个儿子，我都要叫他们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 直到把你们蒋介石反动派彻底打倒。王崇典和齐国庆牺牲时，都只有25岁。正是共产党员的特殊身份，是这两位从淮北大地上走出的年轻学子， 在革命最危险的时候，顶住浊浪险峰，一往无前，视死如归。1927年4月8日，一位年轻的北伐军军官， 独自一人来到杭州栖霞岭下的岳飞墓，面对照壁上所写的“尽忠报国”4个字，他感慨万分。在拍摄留影的照片上，他写下了这样的文字：“落伍的悲哀，独自一人，凄凉，残酷。” 革命化、纪律化、集体化、国际化。这位军官，他的名字叫文绍珍，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宣布清党，发动了 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文绍珍因为共产党员身份未公开，没有受到清洗，得以继续留在国民党军中工作。他一度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心中十分苦闷。他曾经说过：“失掉与党的联系，如同失掉灵魂一样。”于是他主动离开部队，开始了寻找党组织的艰辛之路。1929年，文绍珍通过友人辗转天津，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以南京失业青年身份，打入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秘密开展兵运工作。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南京，文绍珍暗中积极行动，逐渐恢复了原来黄埔系中共党员的组织关系。文绍珍对革命的方向十分明确，也十分坚定，在革命形势最危险的时候，还是勇往直前。眼看着部队日益反动，而他自己却无能为力，他十分痛苦，但是依然沉着、勇敢、机智地开展革命工作。1930年7月的一天，蒋介石来到陆军军官学校视察。当蒋介石在严密岗哨保卫和众将领簇拥下走进会场时，仅看到了台上台下出现反对蒋介石、反对新军阀混战的传单。把这些传单带入军校并秘密散发的，正是中共地下党员文绍珍。怒不可遏的蒋介石下令限期破案。1931年7月，文绍珍不幸被捕。1个月后，在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24岁。大革命失败后，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一批奋勇向前、慷慨赴死的共产党人，用自己的身躯铺就了革命继续前行的道路。1927年5月的一天深夜，武夷山区给养镇的人们早已进入梦乡。27岁的共产党员杨俊德走出家门，拎起挂在房门口的风灯，转身和已怀有6个月身孕的妻子告别。当时，白色恐怖已经蔓延到了福建。国民党右派正在对共产党员进行疯狂的绞杀。此时此刻的杨俊德将要赶往福州，去重建遭到破坏的中共党组织。临行前，杨俊德对妻子说：“若是个男孩，就取名叫红龙。我们农民也要有宏大的理想和志愿。要是生个女孩，也要好好养大。她知道我们农民的苦楚。”当时我祖父因离开家的时候哈，因为我祖母实际上已经怀了我的父亲了，而是父亲出生了以后就叫红龙。作为这个小家庭的顶梁柱，杨俊德深知自己的责任，但是身为革命者，他还心系着更重要的使命。杨俊德，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中共福建建瓯支部宣传委员。作为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他本可留在大城市，以法律知识安身立命，在司法机关谋求一官半职，但他却选择回到了家乡，投身于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为建瓯的历史翻开崭新的一页。他是为革命、为中国人、为大多数的劳苦大众翻身做嘴环，是做这样一件有很有意义的事情，毅然决然的就走上革命的道路。 1927年4月18日，建瓯的国民党右派召开拥蒋护党大会，连同当地驻军一起叛变革命。面对严峻的形势，杨俊德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挺身而出，继续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活动。 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下令逮捕建瓯的共产党人，杨俊德不得不暂时离开建瓯。临行前，杨俊德挥笔写下“牺牲奋斗”4个字，留与同志共勉，誓与国民党反动派战斗到底。我祖父走了之后，还讲给我祖母讲，把我们两家都是穷苦人的路子，都是穷苦人的孩子哈。像我现在要出去，要为穷人，哈，打天下，是不是？等到将来我们以后的孩子就能够过上好的日子。1927年5月的那个深夜，杨俊德与怀孕妻子的分离，竟是永别。 牺牲奋斗，是杨俊德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他始终以飞蛾扑火般的决绝在战斗。1931年3月25日，杨俊德在前往厦门参加党的会议途中，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同年5月23日，在雨花台壮烈牺牲。 年仅31岁。1928年9月27日，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这本应是个阖家团圆、其乐融融的日子。然而，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的5名青年党员， 却在这一天凌晨的萧瑟秋风中，走向了雨花台刑场。人们在一位烈士的口袋里，发现了2封血迹斑斑的遗书，字迹俊秀。 其中一封是写给弟弟妹妹的诀别信。妹妹，你年长些，从此以后，你是家长了，身兼父母兄长的重大责任。我本不应当把这重大的担子放在你身上，抛弃你们。 但为着了大我，不能不对你们忍心些。我相信你们在痛哭之余，必能谅察我的苦衷，而原谅我。弟弟，你年小些，你待姐应如待父母兄长一样，遇事要和他商量，听他指导。 现在我的心很震惊，虽有千言万语要嘱咐你们，但始终无法写出。好，弟，妹，今生就这样与你们作结了。这是史艳芬烈士的遗言，寥寥数句表达了他对弟弟妹妹的亲情嘱托。尽管自己为了理想而牺牲，但是作为一个兄长，他们深深感受到未来的生活对于自己的弟弟妹妹而言，将会是如何艰难。让每个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尽管自己不能看到理想实现的那一天了，但是多么希望弟弟妹妹能够明白自己所做的一切。1904年3月，史艳芬生于江苏宜兴的一户普通人家。家里为了让史艳芬能读书识字，将来出人头地，省吃俭用送她到私塾先生那里学习。史艳芬深知读书的不易，分外刻苦用功。最终不负众望，考入江苏省立第五中学。1927年，史艳芬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这一年发生的412反革命政变，使得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此时史艳芬坚定地站了出来，领导了著名的宜兴暴动。这次暴动是江苏省最早反对国民党的农民暴动，他打响了江南秋收起义的第一枪。宜兴暴动失败不久，1928年春，史艳芬被中共党组织派往南京，担任南京团市委书记。南京市中心的东南大学，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大学旧址，这里曾经是当时国民党严密控制的一所学校，也是进步思想活跃的地方。为了坚守住党组织争取进步学生的重要阵地，史艳芬又一次挺身而出，深入该校，在学生群体中广泛地开展工作。1928年5月5日，在学校附近的鸡鸣寺城墙上，史艳芬参加完中央大学党支部会议后，被国民党密探跟踪。随即便被警察逮捕。当敌人得知史艳芬领导过宜兴暴动，便立即把他转送到首都卫戍司令部看守所关押。在狱中，史艳芬受尽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亲爱的弟弟妹妹，我今与你们永绝了。我的死是为这社会、国家和人类，是光荣的，是必要的。我死以后，还有我千万同志，他们能踏着我的血迹奋斗前进，我们的革命事业必抵于成。故我虽死犹存。我的肉体被反动派毁去了，我的自由的革命的灵魂是永远不会被任何反动者所毁伤。与史艳芬同狱的难友贺瑞林，在死前日记中记述了史艳芬临行前最后的场景。艳芬临行时，身着到南京来的青绿色直贡呢夹长衫，汉卿送给他的白帆布胶皮底鞋、白单裤。因为刚洗过脸，头发梳得光光的，他第一个先出去，神气最安逸。燕芬临去时，向我们行了一个敬礼，再会。1928年9月27日，史艳芬被枪杀于雨花台，年仅24岁。无数共产党人在革命的危急关头，视党的利益为第一生命，置个人和家庭的一切于度外，展示了忠诚坚毅的高贵品格和人格魅力。大革命失败后那段日子，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黑暗的岁月。短短几个月里，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由近6万人锐减到1万多人。在血雨腥风的严峻时刻，正是有了这样一大批忠于信仰、不惜断头的昂扬斗士，红旗才能屹立不倒，革命才能跋涉前行。他们是疾风骤雨中的劲草，他们是惊涛骇浪里的砥柱。